早安啊。那今天呢是过磅日，那刚好早上起床也非常开心，我的体重到位了，那期待过完磅之后的冲碳。过磅啦，厉害哦，他拍得很准，然后还蛮开心的，就是现在就是等他那个 top five 决赛的这个成绩出来，然后等一下会 call 我的号码，然后希望没找到，那等吧，我们就等吧。Thank you.